你说过，如果过生日，要有最特别的安排。那就看看我的准备，能不能经得起你的挑剔。 这个是几十年的老普洱，你试试。你这是给我过生日还是过寿呢，陆大爷？你不喜欢啊？算了算了，都是你的心意。你今天和以前不太一样。没有啊，我就是有点紧张。 孩子们说我们是王子和公主，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们失望。失望什么？起码，王子要让公主幸福。 接下来还有，这个是我亲手做的，但是时间有点匆忙，做的有点简单，你别嫌弃。 我小的时候，总是在想，为什么弟弟过生日的时候可以穿漂亮的衣服，和奶奶一起和很多人一起开生日派对，为什么我不行？是不是奶奶不喜欢我？于是我就想办法讨好她，后来才发现，根本就是于事无补，也就不再讲过生日了。 我的心情因你变化，我喜欢你无畏的眼睛，好似偷偷藏着缱绻的爱意，写下一篇关于我们的诗，结局未完待续。 生日快乐，许愿吧。还有。 快许愿。
快。好。我们睡在最美的天空，我们牵手的你很沉重。玉蝉花的花语是相信古巷的玉蝉花会开败，但有些花会永远盛开。这是我亲手设计的，我能为你戴上吗？变成温柔的雨滴，一步一步在你的倒影，轻轻走出原本的剧情。来不及变成温暖的雨衣，为你抚平叹息，为你拨去乌云。也许像玻璃瓶秘密都装进心底，那些透明的曾经在我手心清晰。Let me做我女朋友吗？在爱与被爱中交替，美不到心有灵犀。爱我的必要 everything， 给我勇气的鼓励，变成你。我还有点生气呢。那我再努努力。说你没谈过恋爱吗？来不及，这一会儿怎么一套一套的？一步一步在你的倒影，轻轻走出圆满的剧情。来不及变成温暖的雨衣，为你抚平叹息，为你拨去乌云。也许像玻璃瓶秘密都装进心底，那些透明的曾经在我手心清晰。 Let me just be your everything， 在爱与被爱中交替，美不到心。答应我了。
你的粥。上班要迟到。奇妙，谁会知道？这心动还会持续好几秒，想要和你一起去海岛，希望你不要轻易拒绝我的邀。没有其他烦恼，心动持续每一秒，除了你没什么需要。好想要带你一起去城堡。你不是想了一路了吗？我没有。猫，对不起嘛。紧急情况，体谅一下。忽然，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怕被别人看见？你是不想对我负责吗？我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躲？不是我，哎，你不要误会。那我们就这么，去公司。哎，我不是嫌弃你，你看。我们俩现在虽然谈恋爱在一起了，但这里是公司，你是公司的老板，如果被别人知道你搞办公室恋情，那别人会怎么想？要是他们也……你这些废话说服不了我，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哎呦，我反正我不行。好，都依你。不过不用喝。十分钟以后再上来，以后我们俩上下班的时候都要错峰坐电梯，不许被别人知道我们俩谈恋爱。早啊，陆总都跟我们说了，都是误会。对不起，陈曼妮来的时候，我没有为你站出来发声。我怎么会生姚蜜的气呢？陈曼妮是有备而来，别说是你们了，连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啊，还是不染通透，知道我们担心公司不跟我们计较啊。你不生气，我们就放心了，还担心你不来公司了。怎么会呢？我和大家相处得这么融洽，哪里舍得离开平常啊？都回去工作吧。好。小人得志。凯尔姐，陆总总为不然说话。
他们应该是那什么关系了吧？你管他们什么关系啊？上你班去。Carrie 姐，能来上班，看来你俩把话说开了。多谢李叔帮我搞定了福月阁的保安。易家这两年啊，过得是顺风顺水，他们的伎俩是严重退化。陆总最近有喜事啊？是有喜事，但是不能公开。底下练。你的好徒弟不让公开，所以只能随他。那是啊，自个儿找的对象，就只能自个儿宠着喽。难得呀，开花了。陆总，陆总好。周报表给我看一下。你忙吧。陆总好。陆总好。陆总好。啊，陆总。你们忙，你们忙。小杨，你这个图画的越来越好了。啊，谢谢老板。不然，你这个图画的就是没有小杨好。不然，去帮我泡杯咖啡，我勉为其难帮你改一改。好的，陆总。认真工作。这茶水间得装修一下，这高度不太够。不然，帮我看看这什么呀？过来帮我看看。好的，陆总，你先接吧。飞机坏了，换个东西喝吧。好的，陆总。
一种人是怎么招进平生。陆总，我真是第一次讨厌别人这么叫我陆总，把鞋带开了。等你。约会时间到，茶水间见。你们赶紧回去准备一下，下午要开会的。陆总，好嘞，好嘞，嗯。不然，没人了。不然，陆总还没喝上咖啡吗？那个咖啡机坏了。坏了？不然，这个文件拿回去找人签一下。啊，好的，陆总。这谁拔的插头啊？谁这么无聊？我带你去吃饭。我正好灵感枯竭，什么都画不出来。知道你为什么画不出来吗？嗯，因为你没有吃饭，你要吃饱饭才会有灵感。推。你真舍得我走啊？你在这我没法工作。那你送送我。大哥，你几岁啊？我不管，我就要女朋友送你，送送我嘛。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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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路上小心一点。还要我送你下楼啊？会有人上来的。都下班了。嗯，还有监控。哎呀，只有我能看。嗯，陆总好。嗯。还没下班啊？是的，陆总。嗯，你给我少加班。哦，好的，陆总。陆总，再见。你也到了。电梯不安全，我送送你。
电梯挺快啊，再调整调整坐。我就说都下班了吗？来吧，走开，别闹了。我没事，真没人了。嗯。陆总，陆总，公司一共就五层，没事就走楼梯，锻炼锻炼身体。好的，陆总。请进。老板，你找我？对，古巷的设计笔稿，我想交给不染来负责。老板，你是不是太偏向不染了？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不染的能力。我会通知设计部的。老板，不染的玉蝉花是你送的？嗯。你去忙吧，古巷的项目进程得抓紧提上日程。好，今天我们开会的内容是古巷改建的设计事项。经过前期同事们在古巷的实地考察，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有了以下的初步设计方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古巷的实景照片，大家看一下。古巷的环境优雅，植被较多，改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保护。下面有请我们本次设计的主设计师不染上台为我们做详细讲解。就如刚才姚秘所说的，在大家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之后，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我们这次改建呢，首先要加强它的安全措施，环保节能，还要增强它的公共设施，然后在改建的过程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尊重并且保留古巷的原有历史风貌。如需进行拆除或是结构改变，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进行详细的记录和照片。和照片的拍摄。在改建完成后呢，还应该考虑如何回收并利用废物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以上。感谢不染的分享。今后的工作，我希望市场部能够加强与各供应商之间的配合，不许再偷拍我。然后设计部这边，我希望你们能够积极配合不染。陆总，有请陆总为我们总结发言。不然，我觉得你讲的还是不够详细，到我办公室来，我好好给你讲讲。啊，这讲的挺好的，讲的是好。后来怎么挺好的？挺贴心的。陆总怎么这么难？陆总怎么了？不知道。你没完了是不是？不然被叫办公室了，这下惨了。你说里面能会发生什么事儿吗？我也不知道，有点冲动。你想死啊？不想死，想你。行。看谁怕谁。我
总和不然该不会打起来了吧？好像是，还挺激烈的。哎，不然早看陆总不爽了，但我没想到他真会动手。都没工作吗？还有时间聊领导八卦？姚蜜，你赶紧去看吧，再晚怕是要出事儿了。你干嘛？陆总，有话好好说。你刚才扔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你现在知道捡了？陆总，您先挑事儿的。如果你以后继续公私不分，类似的事情还会再发生的。注意你的态度。嗯，以后会注意的。姚蜜，以后注意管理公司的上下级关系。这我自己可以收拾，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人的到处都是。老秦。别生我气了，好不好？我能生你什么气？店里的东西别乱动，一会儿被老许看到，我又该受罚。前天晚上我确实应该跟你说一声，保证没有下一次。你这是见色忘友。我们一起在国外刷了那么多盘子，你不会跟我绝交吧？我昨天还攒了不少活，今天得补上，先不招呼你。那我走了，我走了，我真走了。快，下雨了，好像。快，快走，快走，快点。老秦，你们的咖啡。下过雨的闷热天气里，安静的只剩下呼吸。独行的流云候鸟却了息，各自平野的旅行。我们的回忆归有无期，时间给我们一个教训。在得到朋友谅解之前，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敢确定我们的关系该交错还是无交集的平行，好好透个气，让情绪暂停，有心灵里闹钟缺席的机遇。真的有点烫啊，
家里有体温计吗？出门不看天气预报，降温了不知道加衣服，下雨也不好好打伞，感冒了吧？没事，多喝点热水就好了。你别动，你乖乖待着，你负责好好休息，我负责好好照顾。感冒而已，大惊小怪，你别爹味儿这么动精神。把药喝了。来，把药喝了，好好睡一觉，发发汗，就会退烧了。生病了还要拍照啊？我要记录下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等到老了可以一起看。这个想法挺好的。我女朋友这么可爱，那我也要拍照。你疯了吧，快删了。我们在一起越是正大光明，越让关心你的人放心。我已经官宣了，没什么大不了。走，送你睡觉。帅吗？不，是非常帅。哎呀，你呀，好好睡一觉，睡醒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可是我睡不着。小朋友睡不着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哄他们的吗？嗯，今天你生病了，你也是不然小朋友。睡吧。喂，你这天黑了才想起我？我已经到家了。在哪儿？我在老伙计。你是带着对我的一腔不满去的吧？你们俩一定骂我骂得十分痛快。骂饿了没？回来煮面给你吃。你白天跟女朋友吵架，晚上煮面赔不是。你这变脸比川剧还厉害。可惜我不解风情，在老伙计吃饱了，不饿。哎，确实可惜了。我熬的高汤煮面，鲜香美味，吃一口唇齿留香，不知道多带劲。你不饿的话，我只好一个人吃两碗了。对不起啊，是我做的不好。对不起什么？你哪里不好？对不起，我女朋友的关心没有好好跟你解释，还冲你发脾气，是我不好。你道歉的态度倒是很端正。做你男朋友总不能一点优点都没有吧？不然我女朋友跟我在一起图什么？图
估你人帅钱多有眼光，还会煮面。饿了吗？嗯，那我们煮面吃。关于姚乐飞，乐飞啊，我想通了，那天我对你发脾气，我也有不对。虽然你是我男朋友，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告诉我，你也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以后如果你判断某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即使我是你女朋友，你也不用告诉我。我完全相信你。面吧。有这么好吃吗？我是尊重你的劳动成果。你慢点吃，吃完了我再给你煮。够了。吃完这碗我就要减肥了，这两天一直生气，吃很多，肉疯着。别人都是生气吃不下东西，你还挺特别的。我就不能给自己的嘴馋找个借口？干嘛出丑？面都不香了。那这周末我带你去放放风。嗯，我倒是想，但是没时间。图像改建的设计还在不断推翻当中。我有个一举两得的主意。嗯？夫人，夫人。别打我！现在是让我骑。别小心摔倒。黑夜的微光闪烁着，指引我步步走向你，跳动着独立两个心，才接近命中注定。只叫我梦里都是你，迷离的眼睛，你看着我，我很确定是爱情。之前委屈你了。我能想到二叔和心仪用这么蠢的把戏，但是没想到 Carrie 最后竟然会帮忙。再狡猾的人也有他的无奈，只要你懂了他的无奈，他自然会跟你站队的。以后我也会尽量学会懂你的无奈。我的无奈就是你动不动转身就走，不是要搬家就是不理我，我唯独拿你没办法。我反省，我改正。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人生中遇见你是最幸运的事儿，希望我们可以一直长长久久的一直一直在一起。那你怎么保证？我用我人生攒了30年的运气在你身上凹印，这样总可以了吧。走吧。还走啊？你想找设计灵感，少不了要多走走看看。就不能多歇一会儿吗？好歹也算我们两个约会。才走这么点路就累了，说好要陪我一直一直走下去呢。那我还要问我爸，问他怎么选的人，都不知道心疼我的膝盖。这样总可以在叔叔面前美言几句了吧？放我下来，这样你的膝盖我都受不了。你这么轻，没问题。
好吧，那我就享受一下男朋友的福利。去一个我平时放松解压的地方。如果是唱歌、洗脚、按摩，那我就不去了，俗。不然，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个形象。嗯。走吧，特别好玩。走啊！25块钱一个网，好嘞。Hello， 这小孩玩的玩意儿，您好意思带我来？怎么觉得丢人啊？感情你带我来这儿就是为了磨砺我的内心啊？你要是觉得用了陈曼妮的设计心有芥蒂，那就应该磨练磨练自己强大的内心。我给你展现一下我的绝活。怎么样？哎，别在意别人怎么看，专心捞鱼。小朋友，我们俩比赛。哎，我又捞到了。有你在我身边啊，我觉得我今天运气都变好了。碰我的网都破了，咱俩八字不合。来，吃。怎么样？我们两个配合，那就是如虎添翼。哎，你放开吧，我自己玩。你今天受的委屈最大，所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真的没有怀疑过我吗？没有，我们说过要相信彼此。事情发生后，我唯一担心一件事就是你不理我，所以我才跑去你家找你爸妈办救兵。那你的救兵也不太靠谱，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打过一个电话为你说好话。那是因为他们信任我们之间的感情。臭美。那这样我们比比看谁今天捞的鱼多，你如果比我多的话，骨相改建我让你跟项目。好啊，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内心够不够强大。希望你不要轻易拒绝我的药，没有其他方法。忘了告诉你，为了赚出国留学的学费，我之前摆过捞鱼摊。厉害啊。好想要带你一起去城堡，希望你不要轻易拒绝我的药，没有其他打扰，心动持续每一秒，就让城堡被爱围绕。跟胡总真是一见如故，感谢你在骨相改建上的支持。哎，陆总客气了，我这些老木匠没地方堆，你能变废为宝，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再说，我和小琴是好朋友，小琴和不忍也是好朋友，就凭这条深厚友情线，我怎么也得支持支持咱们了不起的工程吧。胡总、陆总，今天聊得这么开心，我给大家合个影吧。哎，好啊，不然让秦寻来拍照，你过来一起合影。哎，要不咱们找个人给咱们四个人拍一张。好，我去找人。哎呀，不然真是好姑娘，喜欢就追。不行，让陆总帮帮忙。啊，胡总，哎，陆总，咱们来这边。哎，这边。哎，你是姑娘，你应该站到我们中间啊。不太合适，胡总。哎，合适，来来来吧，你来中间。哎，你来这边。好，大家看镜头啊，一二三，再来一张。好，诸位留步，咱们开工再见。开工再见，留步留步。胡总，胡总再见，拜拜。厉害啊你，帮我搞定了收藏大咖。这胡总一看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也太好说话了。我什么时候给你打过白条啊？今天心情比昨天好一些了吧？嗯。下班之后带你搓一搓。有了胡总，材料供应方面有了保障。今天我请客做东。不用啦，陆总吃的东西一般都应该比较高大上吧。我跟不染习惯了烟火气。不染，你跟陆总说一下我们的大餐是什么。扇贝生蚝各半打，烤鱼一条，羊肉串里鸡肉串各20。不染不爱吃蔬菜，所以呢，韭菜、青椒、烤土豆片各3串，一般都是我二他一。主食烤馒头2个，饮料酸梅汤1扎，状态好的话桌青再添13箱小龙虾。不过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份，那陆总来了应该要另外点吧，光是想想就流口水了。不过得等我忙完这2天，等把项目理顺了，我才能心无旁骛的大吃特吃。没关系啊，咱俩随时都能约呗，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食材搬到工地上亲自给你烤。那我先走了，拜拜。你跟秦寻一唱一和的，存心气我。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说话的，你得适应一下。我适应不了，你得改改。人这么齐啊？陆总，陆总，给我一个不多吧。大老板来视察来了，项目进展平稳，古巷改建的体量比福利院的体量要大很多。不然第一次跟这么大的工程，表现可圈可点。感谢陆总的肯定。赵磊，给我个筷子。陆总，给。车来的，烧烤前，陆总，您多喝点水。谢谢。
要是喝酒的话，这个地方偏僻不好叫代驾，要不然我们就来比比喝可乐，谁赢了的话，谁负责送不染回员工宿舍。幼稚，别闹了行不行啊？多吃点菜。好。赵磊，把可乐拿给我。那好，陆总。秦雪，这杯我敬你，谢谢你替我做好了不染的后勤。陆总，您就别自作多情了，我今天来完全是为了不染。之前就听说你带来过咖啡了，这次又带了烧烤，确实是提高了工人的士气。多少钱一次？我多请你几次。我这个人从来不爱提钱，不过如果不然有要求，我随叫随到。毕竟我跟不然的关系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那就不行了，关系好应该多喝几杯啊。好，我干了，您随意。我陪你。陆总，那就比比谁不上厕所。没问题。愿赌服输，一会儿我送不染回去。我低血糖，多喝点可乐没关系，你别喝到胃胀气了。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让人讨厌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染会喜欢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思琪的记忆应该是回来了吧？不染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不高兴。你别忘了，她也是你妹妹，不要刺激她。你看他对不染话里藏刀那个样子，显然就是没把自己当你妹妹来看待。你可以护妹妹，但是不能以伤害不染为前提。出来唠会儿呗，我这儿有陈酿黄酒，本来是驱寒用的，正好可以跟你一起练练酒量。反正我之后还要跟居民一起喝酒的，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天地四方各敬一杯啊。不然我们就来比比看谁更郁闷。我反客为主，先说了啊，我为了救我妈，接近了家族对头，结果阴沟里翻船，我现在心里全都是那个死男人。我知道他的责任都在他妹妹身上，有一个软肋就够他操心了，我不想再增加他的心理负担，所以我才躲到了工地上。谁知道现在最最最让我失望的是你自己，我根本比不上思琪，人家两个青梅竹马那个默契，我的自愧不如。谁？
我真的是这个死男人。你有病啊，你吓死我了。对不起啊，我刚看你差点踩到我布的陷阱，所以我才把你扛回来。你还是回去吧，我刚刚那个跟鬼说的不完全是醉话，你比鬼更让我有压力。什么压力啊？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觉得还没有资格了解你。但你也给我准备了粥和巧克力，你也在了解我。但是我会莫名其妙的吃醋。你吃醋说明你在乎我，你要是无所谓我才会更担心。我还是一家人。我早就说过了，一家不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阻碍。我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缺点你还没有发现呢。好了，就凭你想当优秀设计师这份执着就足够打动我了，更别说你还有那么多优点。我爸爸给我上过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人不管遇到多少挫折都不可以丢弃自己的梦想。我现在最简单最直接的梦想就是得到你。得到你？吃的用了什么词儿？我想不到比这更准确的词儿了。我担心我一犹豫你又躲得远远的。我已经失去过很多东西了，所以我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就希望有一天遇到一个真正对的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可以牢牢地抓住他。唯一不变的是你，我和你在一起形影不离。 Let me Just be your everything，谢谢你送我回来。真想谢我，就请我到屋里喝杯茶吧。下次老伙计请你喝。够了，走了。路上小心点。他喘不上气儿就别说话了。手电筒，照路。没事吧？路太黑了，没看清。是有点黑。我背你。干嘛？你害羞啊？又不是没抱过。那能一样吗？在我心里没变过。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你看你，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为了你，值得。你还在生我的气吗？你是故意讨好我的。放开。我不是讨好，我是想要道歉。之前辞职消失让你担心了。我以前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忽略了你的感受。现在我想。我的脉搏因你跳动。看什么看？我又没说要原谅你。王叔叔家的图纸，想让你帮忙给设计一下。嗯，你放那儿吧。哦，我的设计稿。准备了很长时间。那些透明
但是我还是很紧张。在我数星星，遇见你之前，我从来都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也不会幻想在别人的身上得到希望和寄托。认识你之后，我才感觉自己的生活有了期待和意义。还记得第一次在逸华美术馆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会有人这么有趣、啊、后来你搬进了福月阁，我是想赶你走的，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想要留下你。我也不清楚，也许是你奋不顾身为福利院孩子的时候，也许是喝了你的粥，也许是看到你生气乱拳发泄，也许是看到你被误会流露出执拗眼神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年的娃娃亲没有退掉，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是保镖哥哥，我会不会早一点追到你？我们两个会不会早就在一起了？幸好我们剩下的时间还很多，人生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我陆曾阳唯一确定的就是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手的离人，真的